有写吗？哦，有。天哪，要看到方磊这么赤裸哦，在他的身体里面。等一下。好了。今天是我们 Pumpkin 的大日子，你今天要去结扎了。哎呀，小胖，走吧。其实他的脚很细，对啊，只是因为毛很蓬而已。脚很细。天啊！我不想镇定，不怕痛。你好棒哦！好棒哦！你好棒哦！都没有叫哎。他等一下就要打麻醉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去二楼的观景台，然后准备开始，然后那个过程我们是可以看的。好了，没事的话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给他一些镇静药的，让他睡着。嗯，好累哦。再待着。我们现在进行气管插管。那我们要带他进去咯，那我们再上去。它有一个二楼的观景台，可以让你就是看你的狗宝贝做手术。康婷做的是内视镜的结扎手术，就跟一般传统的不太一样。他的手术的伤口会比较小，然后愈合比较快，比较不会那么痛。因为康婷的活动力很大，我们怕说做传统，他可能伤口容易只是撕裂这样，所以做比较小的手术我比较安心。很美哦，有，可是歌很小，不然我会吓死。我小了，好，要放进去。天哪，要看到放这么赤裸哦，在他的身体里面。等一下，他要穿过很像宇宙那样吗？科幻电影。歌下面一点。做完了，然后也缝完了，然后现在贴这个。这应该是就是防止他的伤口感染，或是他去舔之类的。对。OK。我的天哪！哎，这会不会红的？啊，可以看到。那先给你们抱。
我那术后三天之后就可以把肚子上的 OK 绷拆掉，每日都观察一下伤口状况。这个是内视镜的光碟。谢谢你，还有这个光碟，还好附光碟给我们。你可以回去回味它的卵巢最后的画面。康婷到家了，他现在有点不准，他不太习惯。康婷终于趴下了，太好了。他原本刚刚都死不躺下，对，他就觉得这个头套让他觉得很舒服。可怜的小胖子。帮 Punky 买了一个新的头套，刚刚去请快递去买的，然后它这是一个日本的，就是甜甜圈造型的，对，比较不会说挡到他的视线，让他觉得很害怕。他刚刚很焦虑，他的玩快递，哎呦，这才是 Punky 嘛。真的是可以整个躺下来了。他刚刚一度不知道怎么躺下跟坐下，而且这个很像枕头，他这样可能躺着很舒服。好幸福，很幸福啊！嗯，这是第二天的 Punky， 今天精神很好吗？